说你是不是喜欢我闺蜜？妈妈的嘞。那你摸人家腿干嘛？哎呦，看那边的，那是否比妈妈忙？那叫妈叫我。那你摸没摸？摸没摸？你要什么黑板？接了。啊，这是手。你不是说没摸吗？那我说不摸，你不是打我吗？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